此宝剑是2017年8月14号，黄龙路平阳岛，7:24，出发车是黄龙路平阳岛，傍晚。这产品可把在你兜兜中的去干旱田。这是副号子，前面那是主号子。好，就两步。我想变干嘛整？嗯，这都点不到，就看后面。我在等待103次的进入海信看我操作的 PPT， 然后通过。稍等一下。今天好，给大家很多节目的去看看。明天再见。